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珍妮佛。对，今天要干嘛？我又在车上。近期收到家人给我的一只菜刀，那因为他菜刀我接手的时候，他已经是坑坑洞洞的。那我朋友是跟我说，像这种情形就没办法自己磨了。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说刀子不利或什么要怎么办？那有几乎都是自己磨啦，嘿呀、啊。现但是我这次的话，想说我去找了一个地方可以帮我们磨刀。那我现在带大家去看看，到底要花多少钱才能磨到一只刀呢？对不对？那开始之前，你订阅了吗？你没订阅，赶快帮我按下订阅，按小铃铛，有新片通知，记得帮我按赞、按喜欢哦。废话不多说 ，Go Go！ 你确定干？你发没有？真的哦，我想要去电影吧，去。接手这只刀的时候已经被砍成这样，一颗一段一段，有没有锯齿状？所以他说这个要专业来磨刀，所以我今天要带小蔡去进场维修。小蔡要进场维修了 ，Go Go。想办法喽！快快快快！快快快快快！我去！快快快快老板，买蕊，我的菜刀要好放着。进场维修要怎么维修？啊，他是人家给我爸爸给我的，但是他有点缺口，这脸色呀。对对对，我赶快，我晚一点。好，这样磨一百一。这样好啊，会多久？然后一点半给你。这么快啊？我今天到五点。好。啊，你再找时间过来。好，我给你钱。我给你两块钱，你两块钱，你车金伪造。我金账。哎，因为这个好贵光。那我等一下再来啊。好，拜拜。你别啊，等车间等一下，足够开单。好，我紧张，拜拜。你车间等，你发袂红，真的哦，我想要去隔壁的肉鸡。哦，那边肉鸡。好了，来到菜刀了，来到菜刀了，花了100块。我们回来了，我们等一下来试刀跟那个吃个香菇肉羹，好不好吃？好，我们刀子磨完了，那我现在来切，来开箱，磨完的刀会长什么样子呢？我们一起开箱，好紧张哎！噔噔噔，哇塞！你没有感觉它的 kick 都不见了吗？哇，100块耶，超厉害的！赶快恢复一只像新的一样的刀，太感动了，而且才花100块。好，那我们来切看看红萝卜。感觉怎样？啊，好好，很好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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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，很好切，好厉害哦！啊 ，OK 了，我靠，好强哦！几块肉，而且它是笋丝哦，笋丝根，那香菇嘞？香菇可能融在汤里吧。还有一点，大
上花吗？对。然后这个是面，然后卤蛋一颗15块，然后这个哦，还有加洋葱，笋丝洋葱。所以你今天是开箱这一家的，对不对？不是啊，我是磨刀，隔壁生意很好啊。我磨刀，不好意思，我顺便想说分享给大家吃看好不好吃啊？欸，有听过磨刀顺便吃面吗？大概只有你而已。欸，这个卤蛋看起来很不错。哎呀，怎么？可是有点贵，怎么抠？哎，好浓稠哦。虽然看起来很像鼻涕，可味道很好哎，吃起来还不错。而且它的这个肉吃起来味道很新鲜，对，肉吃起来味道是新鲜的。欸，它应该用的是老香菇。喝看看汤，哦，这像鼻涕，怎么喝啊？就冷掉了，冷掉。那面吃一下 ，Q 不 Q 啊？甜。哎呀，重点它的根很黏住面。熊鹤林的面也蛮好吃的。哎，还没开箱，那么试一下刀工，试一下刀工好不好用？切卤蛋，刀子洗了吗？机车，我阿妈说辣色加辣色多哦，它卤蛋很入味，哦，香哎，留一点给我，我就是等你吃了我才要吃。为什么每次开箱食物我要留一点给你？我就想吃卤蛋，然后顺便买一颗，但十五块有点贵，买不了两颗。你推不推？好，你看推推个毛。不是试吃而已吗？不推啊，我不喜欢跟啊。错人拍了。好，不用吃一样好不好？你直接来好不好？给你拍什么？为什么要从地上出来？我有那种神秘感，甚至熊。追踪我们 IG， 按照我们的 MV， 订阅起来，下一集会更精彩哦！拜拜。